小宝贝儿，洗澡吗？宝贝，快点坐下，坐下，妈给你洗澡。坐下呀，不要敲，是敲坏了。躺下，快点，妈给你洗澡来。坐的，听不听话？对，坐的，用水，用水给自己身上打湿，往自己身上淋。对，用那个自己弄，往自己身上弄。对，往身上弄啊，宝贝，往自己身上淋，好可爱啊你，宝贝，胖胖的，你肚子咋那么大的？一小坨一小坨的你，哎呀，太乖了，太帅了，快淋哦，放进去干啥哟？你不洗啦？你不洗啊？比个耶，耶，耶。亲一个，嗯，快点亲一个，亲上一个，听见没有啊？你就是大孩子。
我就录这里。哪里吃的？来吧。哎，对，你不疼呀？装乖的，哎呀！你这是在笑吗？还是在干嘛？装乖。他小的哥哥没能把人家吃吃，他的吃。哎呀，你说你哥哥没担心吃的。你要偷啊？这个啊？吃不吃啊？咋这么坏呢？好吃吗？哎呀，看你给我弄的这一脸的口水啊！好吃吧？小坏蛋，你是小坏蛋，亲我。亲一个！妈妈哭了，有人打妈妈。亲一个，亲一个。那个，再亲一个，都原谅你。怎么要打妈妈了？不要捏鼻子！不能咬鼻子，好坏呀你！不能咬！哪有这抠脚大汉呀？我不是，这不是抠脚大汉，这是吃脚大汉，香不香？舔一下。好吃吗，宝贝？好吃吗？满一岁六个月，快六个月的宝宝啊，在这吃脚脚，香得很吗？换一个脚吃，你不要老是吃一个脚，换这个脚脚，吃这个脚脚，嗯，吃吧。好吃得很啊，太好吃了。香不香？香不香？不吃儿子呀！哎呀，还要吃呀！哎，吃吧。拿不起，拿不起来呀！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这里。好不好吃啊，哎妈，快吃啊，家里好热呀，你别弄到衣服上了啊。中午要吃饭啊，中午都是正常吃啊。我要煎。
吧。那边在修房子。宝贝儿今天一岁半了，快点快点下来啊，你干嘛呀？哎，不能倒推着下呀。对，要这样正着下，快点快点，等你，快点啊，加油，扶好，你要扶好，你要慢慢的下来。